来说，真的很好。一般来说，一场正式的音乐会是不应该讲话，但是我妈说，就是观众很需要一点道理，所以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节目。那上半场是 Buff 跟 Battle 的，那他们的细节我就不说了。总之，这两首是宗教性非常强的作品，然后非常的连贯，所以上半场中间不会停下来。所以如果你有朋友迟到的，那下半场再来。然后下半场的话，主要就是俄国作曲家的作品，分别是 Scriabin 跟 Rachmaninoff。那今年刚好是 Rachmaninoff 150周年的元旦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纪念意义的曲子。然后有趣的 fun fact 就是 Scriabin 跟 Rachmaninoff 其实他们是在莫斯科的同学，所以大家可以听看他们两个风格有什么样差别。那总体来说的话呢，上半场就是比较严谨的德式风格，下半场就是比较喝得烂醉的疯狂的俄国人风格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晚的节目，谢谢。
Thank you.